以后我忘了。我怎么感觉你要摆一个六？那如果有人找你拍内裤广告，你会愿意拍吗 ？OK 的，对啊，对啊。OK。但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人找。这女的好会啊，会啊，好好去跳国标舞，她不跳来主持干什么？品牌叫安安，成人纸尿片。还好我知道，红孩儿人家当年拍的广告还比我们多一点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好吧？来，请看。七天下来，我觉得我肌肤的质感比较适合女装，有些与生俱来的，像是声音、性别很难改变，但只要是岁月造成的 ，New Skin 180活力焕彩系列，总能在七天内让你看见转变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拜拜。很漂亮哎，漂亮，原来是第一代的红顶艺人啊。是反串的偶像，反串成女生，而且男偶像他们竟然拍的是广告化妆品，这是当时是把他拿到现在都还是很新的 idea， 当年应该是很轰动吧？没有，这是当时他是一个化妆品广告，第一次找男生拍，然后连拍八支，从第一天用到第七天。是吗？所以第七天他就是一直要表明说，你变成女生，就是男生也可以变成女生这样的化妆品的皮肤了。对，所以早知道你这样，我干嘛跟梁志杰一间啊？跟你一间就好了。是吗？那广告应该是最后一幕，请用女性荷尔蒙啊！讨厌，会吗？然后就离开了。就因为拍了那支广告以后，我有一阵子不敢去游泳。哦，因为为什么会刮腋毛？啊，刮大！那个头发也是我自己的，真的是为艺术来牺牲啊！你们没有的六七个人一起拍的吗？有，其实我们拍了非常多支广告，比如说以前统一有健康快乐夏令营，或是梦公园，或是第一水上世界，甚至于我们有拍非常多的广告。哦，对，厉害厉害！啊，你们有拍过几支？就刚那一次啊，我们个人的也分别拍过蛮多。哎，了解一下，少伟拍过，我是最早是拍那个蜜妮的沐浴乳。沐浴乳的就是第一代哦，第一代，第二代就被他抢走了。我是第三代，你是第三代，第二代是谁？第二代是第二代吴彦祖，对对对对，好厉害！你有拍过什么？我拍一个波蜜的饮料广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183的 MV， 好吧，来请看。心
气。流过泪的年轻，初恋失恋的心，不知道你真不真心。当白云走过你的窗前，说声保重，心里的心想还要期待多久。爱唱歌的年纪，什么是你哭泣，谁的悲伤你不忍心。当眼泪吵醒昨夜的梦，原来是雨，还以为你又来说 goodbye。 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，听我慢慢诉说心里多少伤心话。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，一起走过从前，再把青春说一遍。明天还要流浪，爱是我的方向，不管要去哪个海洋。当我们怀抱里的吉他都换了心血，只有思念的歌唱不完。这种心情，我不知道该刚真的看，你看，我看到眼睛都要红，我想你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因为我突然有很大的一个感触。海伦根本是哭了嘛，只有这张克凡你没血没泪了，你要打哈欠。但是我们刚看到李知琴啊，有没有那最红的歌？想你，我想我吗？有没有？对，那不巴萨诺瓦不一样的旋律的歌，红了不得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几位后劲？然后看到，所以我想知道，就后面那个故事的剧情是怎么样？就你们过去，然后五个人把车抬起来。看这种烂东西，你还需要剧情？因为我刚才很认真看，然后看一看，我就觉得。接下来我们就帮他换轮胎，因为他轮胎坏掉。是轮胎坏掉。那个 NTV 是有一个导演叫陈怡君，对，陈怡君，陈怡君，哇，可怜呢，200,000拍十支。贝塔 K， 但是以前忠孝东路一瓶才5000块啊！对呀，没有，可是真的，我觉得以前的歌迷可以跟就是对，偶像比较接近，就是他们可以抱，然后比较理性啊。现在如果我们去握手，就被拉下去。对，没有，那时候也会，而且那时候是我们最后一场演唱会，因为那时候准备要大家都当要解散啊，要解散啊！对，我不行，解散前一定要先唱一下《摇摆女孩》，好吧？摇摆女郎唱可不可以？要不可以前辈一下，我没有在摇摆女郎，一起欢迎哥哥红孩儿。现在主持人这张专辑唱片之后，他马上就要去当兵了，要投笔从戎。熟悉的路来来往往，一场场青春脸庞，把忧伤留在路旁。哎呦呀，好感动！不管世界有多匆忙。Ooh.
熟的眼光，年轻就是这样。今天真的是让我们感动到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而且宪哥，我觉得红孩儿的歌迷啊，现在应该都已经是熟女。他们看到，我跟你讲，因为红孩儿的歌迷，如果说以前小孩子的时候喜欢红孩儿，哇，爱你们爱你们。他们现在经历过什么？结婚，对，生子，可能离婚。宪哥是自己带小孩，因为我是做儿童的节目的主持人。那现在有很多的妈妈带来，其实他就说那是妈妈以前的喜欢的偶像，然后就像带着他的小朋友来看我，是这样吗？上次那个来讲的不一样，就是来小珍啊，这个才是，他才是你亲生的爸爸。走，我们离开这不负责任的男人，红孩儿，红孩儿，我呸！你们有没有捅过大篓子这样的不好收拾的，有没有？不好收拾啊，不好。目前为止还没有了，这个团还没有。对对对对对，但相信这个如果没有孙总的管教之下，应该很快就会有，应该是了。对的，我们公司太严格了，厉害了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好不好？偶像团体的宿命，开耍理由都丢啊！你们大家随意发言好不好？啊，合久必分。干妹，这个问题其实，在我们台湾里面是没有。你们当兵？对，我们是因为当兵所以解散啊，也不知道说当完兵回来，整个会变成没有。其实主导是张克凡哦，因为在中心的时候，张克凡跑来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们寄存正信函，因为公司还没有告诉我们未来怎么办啊？是吗？对，结果好，我们大家讨论说，我说大家是不是要一起做？他说对，好，我们全部寄，但是到我快退伍之前，张克凡比我早一个月退伍，他先回到公司再去签他自己的唱片约。人一样，哎，他这股东的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一起抗暴，我们一起几月几号摔杯子微信号，大家一起找人，那月饼打开里面有纸条，你看里面写什么，照做，这样结果大家全部都照做了，只有他一个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年轻人就不懂得感恩公司，公司对我们来讲等于是我们的父母，那些人禽兽畜生啊，这样没有，我叫你们写纯正信函，没有叫你们贴邮票啊，不是，我要说真的，那时候这个公司是我跟韩志杰还有沈一志，那时候沈一。是退伍回来，我们三个人在公司啊，他们都在当兵。就纯正信函一寄的时候，我跟韩志杰还有那个沈一志三个人就被冷冻啊，因为我们三个人就什么都不能做。就本来因为公司就很生气啊，就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大体。我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。你就他不是一见面就去当摄影师的，对，他是先到钻石楼推销嘛，推出兴趣来，有没有？干脆就当摄影师，哎，一模一样。因为我们出了唱片，他第四张他就去当兵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也是我真的不知道。所以你看，你们要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跟公司之间的关系要运作得当。有没有最近约满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少伟签很多年了。没有，快满了，快满了。还多久？哦，小心小心。还多久？明年就满了。明年哦哦啊！记得不要贴邮票。合久必分。这个哎，新书还多久？我还很久啊，我们大概都差不多。哦，那要乖一点。对对。第二一样，分赃。分赃不均。团体真的不好 A， 讲实在话，真的不好 A。拍坛。你看那个小虎队不也一样吗？陈志鹏、苏有朋、吴奇隆、阿基，对不对？他们三个还不是分开？嗯，对不对？哎，小虎队为什么分开？就 A 也是当兵啦，当兵也是因为当兵啦。其实台湾的艺人、男艺人，当兵回来就不能在小虎队了嘛，年纪也大了。当兵真的是一个关卡。对呀，是要需要当兵就没办法，嗯，我们又不是 A B C， 对。哎，又一个可能，不是？那个是看那个，我就是不用当兵。哎，对啊，国内有一个团体，不知道您心里面有没有？就是你们的偶像的团体，你是说唱世界末日那对对对对对对，像类似那一种，你又要提那个团体，丘比都华有吗？哎，刘畊宏被连累到现在，你看谁连累谁？没有，我们
出比周华刘根红老早就做古多年了。小钟啊，小钟啊，嘿，因为小钟他每次我在跟美眉聊天的时候，他都会去钢琴伴奏。哎呦，可是他的梗都很冷，忽然出来讲一句：“哎，感谢你们这些美女陪我们这些走下坡的艺人在。”讲冷笑，然后我就跳出来，我说：“小钟，是你在走下坡，我们在谷底很久了。”小钟，你不能这样讲。小钟今年堂堂迈入年收入千万级的，对对，我这就不容易了，有没有？这真是啊。哎，那修比多啊为什么会解散？就第二条嘛，分唱不均，他觉得老大分太多嘛。我很惨，你知道，我是他们的大哥，然后四个人出去，通告费我也就不领了。哦，感觉宪哥是为了音乐的理想。宪哥啊，通告费才1350块钱，有你不理是应该的。不是不是，有一次去剪彩，那剪彩人家是说我去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等于带他们去，知道吗？我想说啊，没关系，通告费你们就分了这样。后来一回来不对，通告他们也都没讲话，一路上没有任何人讲话，三个人一句话都没有。那回来我就回家啦。后来隔了两天嘛，我就打了，哎，对哦，那个通告费多少钱？哦，没有，他们就包20万给你。当时带我那个叫黄玉珠，有没有人认识？哎呦，我认识，我认识，你就是路边。我说20万你要讲啊！我说20万是给我的，然后三个人就很开心，宪哥好，早。花了一个人分6万多就分走了，个位数也没留下来给我喝茶，见鬼了嘛！真气神修比多那个烂团，明争暗斗，有没有这种现象？刚不讲很清楚，有吗？就刚那个就是了，刚那就是。你们会吵架吗？183哦，其实很难得，我们的私底下个性蛮合的。嗯，我们常常出去喝茶吃饭，何必让粉饰太平呢？我讲的应该蛮轻松的。明道跟玉蓉来，他们讲的是不一样。哎呦，哎，还有啊，不然玉蓉再讲讲看。哎呦，有吗？不是，喂，你做事比较好笑。我怎么看到有学长学弟的角度啊？你讲讲看好了。新加坡航空啊，是怎么？玉龙在我们团里面算少话的吗？少话，算好好先生了。但他歌艺好哦，他才刚来哪里？但是我很明白，就是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该讲。了解了，学长对你好吗？啊，学长好啊！有不当管教吗？啊，不当管教没有，这是学长有减肥皂之类的事情。减肥皂啊，减肥皂，一个人弯下来减肥皂，后面排5个。喂，没礼貌。好，后面有7朵花，不能啊！谢谢，还在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第四项，在别的领域表现突出而单飞发展。就像张克凡发的那一张，听你那个歌真好听，用尽一生的爱。你们唱几句，我们听听看。好，他真的，嘿，对对，用F sharp，用尽一生的爱。等一下，各位，你们难道没有发觉我有绝对音感吗？我刚刚就给你起了原题，就是 F sharp 啊，是啊，好厉害，我是相对，我不行哎，对啊。修比多瓦的厉害，好厉害！宪哥好棒，宪哥好棒，宪哥好厉害！我想听歌，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一个普通人，好不好？不要把我当神一样，请小心。我们并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用尽用尽一生的爱，只为了换来释放后的自由。我爱过，哭过，痛过，笑过，这一生就已足够。用尽一生的爱，这首歌曲，我们只叫他唱两句，他已经唱第二段了。我无悔无怨，无憾无忧，这一生又有何求？真的好听，宝刀未老。宪哥，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去他家的话，听他自弹自唱，你会感动到流眼泪。真的啊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和弦不对的，听得很难过。我靠，这和弦不对，真的还能继续唱下去？是连桥一起的吗？今天干嘛？今天我们是来参加追悼会的，没有要把人往火里推，这是不错的。刚听你唱这个歌，我发觉你的眼中是泛着泪光的，是对，
就往事嘛，对啊，因为我自己发这个片也十年了，是，对啊，哇，那我们是十五年前，十七年前，十七年前成军的嘛，十七年前，十七年前成军的一个大男孩，要在另外九个，而且有五个是要别苗头的人的面前，他硬撑的唱完，他用尽一生的。眼泪都快流出来，你会想想你们有一天，所以要找一点副业做。所以我做很多副业，因为我很担心啊，演艺圈会不会明天就没有了？难怪你一直投资在别的事业。对呀，更惨是都会一直亏钱。对啊，亏你的头了，谁亏钱？我算经营还不错了。前阵子看新闻，那个商场才……我商场我是租人家。实素材，见鬼了，还掉下来！这我是房东而已，走下皮，走下坡。先生，这其实可以讲一个，刚刚柯凡有讲，先生说小钟有讲那个，其实讲走下坡，根红就有说过一次，跑个屁！对，他就讲说啊，哎，那个。不要跟那个走下坡艺人走太近。我们打篮球的时候，根红就跟我讲，结果那个太没有天心就听到，就天心说什么，哎，回去跟那个流鼻涕说一下，我们都叫刘根红，叫流鼻涕说一下，人家好走下坡是因为人家有上去过，不像有人连上去过都没有。哎呦，所以我心里就好舒服哦。对呀，什么走下坡，因为他在已经是不一样的领域了，对不对？以前是这个脏的演出偶像。那你看，像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不也是偶像吗？是吧？是吗？是信哥，我们以前在那个 Super Sunday 里面玩游戏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小队长啊，每次分两组，对啊，另外一组你还记得是曾国城吧？每次在那边比来比去，对，哎呀，岁月不待人，真是年纪太大，外表改变，他变胖变丑，我们没有对汤俊佩特别。我没有用啦，你的 size 怎么躲得掉？制作单位请我跟汤俊佩就好，两个加起来就183公斤，183减肥健身中心，真的是这个岁月就这样改变，没办法。好，与经纪人翻脸，或者经纪人有偏心或干嘛，只好解散。有没有？是他们的前一团啊，有过这种，还在法院都告了。哪一团？就那新次。那个新四大，他罗什么欧，罗什么欧不？哦，对对，罗密欧他们，快了也快了，少伟约快到了，没有啦，真的。但是我这边要帮孙总讲，孙总比较没有偏心，虽然他比较疼王仁甫跟孙协志。三哥，我感动哈，你根本是。告诉你，你这言谈之中有透露一些讯息，对啊。但是其实孙总，其实当经纪人真的难为，因为你不，他底下有40个艺人，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照顾到。对了，但是就变成说艺人自己要照顾自己了。师父只负责引进门哦，修行还是在个人。你要不要红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对，行不行？这都他说过，这个他说过，每天提醒我。他把我的话偷去跟你们讲。我们回去都明年有很多的计划，大家都知道，不是嘛？之类的事情，可以好好加油。讲过很多名言，名言很多。哦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被新团体干掉，有没有当时任何的团体威胁到当时的红孩儿？说句实话，当时我们还蛮骄傲的，因为说那当时出来的团体都没有一个超越我们。有很多人想要干掉他们，都是那时候送给。其实他们那很多团体是要干掉小虎队，可是公司把我们派在前面去挡。他们连我们都过不了，怎么去接触小虎？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什么龙龙三人组啦，跟我们同时期的龙龙三人组，对对对，滚石小子是我们同时期出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什么？阳光少年，还有很多。那三片吐司是那个？三片吐司那红哦，三片吐司更后面的。三片吐司是爆死的，弄 A B C 不要。三片吐司他们是出来当炮灰的，并没有要干到谁。好，最后一项，公司倒闭，请问你们的公司今何在？其实现在苗姐哦，她现在还有张善伟跟潘玮柏，潘玮柏啊，他们重新做了，他又重新做了，然后张善伟跟潘玮柏做起来。苗可丽，苗秀丽，苗秀丽，苗秀丽，很可怕。苗姐现在也还是在帮龙哥处理一些事情，是吗？还是对，他在大陆。对，那又龙哥李小龙啊。
吴奇隆，那是苗可秀了。吴奇隆，吴奇隆还是他的人啊，对。哦，所以你看，这就是这些命运啦。那么我们当然这个现场也要给他们两支队伍稍微比拼一下。呛虾时间到了，歌艺大比拼，各派出一位。哇，我来挑选好了。应该是主唱。我来选，各选一位啊。歌艺就是比歌艺的。马国贤，哎，对，你哪还能自己笑成这么卑鄙的笑声？马国贤不要，你怎么会要站起来？我张克凡、玉荣，来来来，两支队伍，来来来，请到我们中央位置来，比音高好不好？那我们就选一首歌坛前辈的歌曲。好，老师给一个 C key， 我唱了什么，您就唱什么。好，各唱一句就好，我来。好好好。西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就这样就好，来，请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停。这是一个比赛，我们不要唱那么做作，可以吗？就直接就好，我只是比音高，你搞得好像你参加歌唱比赛，难怪我们没有人要解散。一拿起来就这样，对你们真的有比较支持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好，你安心唱，我会弄他们。来来听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乱一堆赛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是 RMB 转音会比较多。你偏心啦。太偏心了。后面有陪审团七位，我们当然要。那你出去外面有以前红孩儿十几位 fans。好，那慢慢吸下口，阿满吸下口，深吸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哎呦呦呦！深低 key， 深低，我有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玉荣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升低就是等于是降一了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再来一个 E key， 这首歌其实原 key 是 E key。哦，你问乐队老师，原 key 是不是 E key？ 所以姜是老的。乐队老师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你的抱腿。各位，当人家的 surprise， 人家觉得不相信的时候，正可以凸显你的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原 key 真的是 E key。你在加拿大应该有听过吧？The ginger, the oil is spied。Understand? Yes. I used to be living in America for 7 days. 哦，降哎 ，E key，E key 原 key 哦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各位，直接最后一个 key， 直接 F， 好不好？没了。为什么不唱升一呢？因为升一就是 F。E 跟 F 咪发之间只有半音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玉荣加油，玉荣加油！
这一关。刚刚呢，我两个来组一团动力火车。我以前辈的心情，我真要讲你们两位，真的是不是吹牛的？嗯，哇，唱的我真的好爽啊！我第一次有我的歌被打成这么凶的，谁理你们唱怎么样？谢谢能唱我的歌。平手平手，这关平手，大家没意见吧？新书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平手打平手平手可以了啊，平手平手。这两个哎，他真的，我们再跟上去，声音可能有机会破掉。但是两个人都超越了原唱，真的。超越原唱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你讲，宪哥来一下。宪哥，哎，不是，给一个鸡。哇，两个半音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虾米，我把他带进来爆皮。哎，陈彤可能是我的歌迷了，谢谢。喂，你在搞哭嘞？你们好讨厌的，你们真的。哎，来，都来，我跟你讲，偶像团体他没有跳舞，那才叫有鬼。对，对不对？选两位。哎，王少伟。VS， 你看，我们取消这一关好了。太不人道，不是太不人道，我们做不出来这么真。罗军何来啊？今天罗军，当年的六壮士都已经垂垂老矣了。我们杨门虎将，如今也变成杨门老将啊！不是宪哥，我们派个国标舞的高手出来，来。是吗？你看他今天打扮就是要去跳国，他就是要跳国标舞的。来来来，少伟这边这边这边，我呀，但今天我们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担心了，你有可能是输在穿着。他们没有跟你讲说录影内容吗？我跟你换装哦，我带衣服来啊。没有，他是因为听到另外一个主持人的刘杰，因为我是听到刘杰国标舞了，你亮片就应该穿出来了，你这样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那就哎麦克风收起来，我们有什么音乐就唱，就来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师 music， 谁先？一起好了，那个少伟这边，少伟，耶耶，我跟你讲了，你跳什么，他跟着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少伟。Now everybody， go， 王少伟。好，马国贤可以跟得上，我们华人最有名的可以跟得上的。哎呦，哇哦！模仿天王马国贤，哎呦，哦，他妈拔肚嘞！换节奏，换节奏。啊，现在是啊，那个少伟要跟马国贤的，马国贤来呢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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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 music。这什么？哎，看，对不起，我沟通一下，沟通。哎，那个马雷锋老师，啊不，马国贤老师，他真的得到马爷的真传了。对啊，他那一首歌我真喜欢。哦，醒来吧，马雷锋。那雷锋娜吧。哦，对不起，醒来吧，马雷锋老师。刘老师跳一段，你们就学一段，好不好？帮你们拿麦克风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来，好了，呦，吼，哎呦，摇，一二摇，左一右二，左旋转，绕着地球转，哎，停！给马国贤一个托盘呐！好，来发轮，哎，摇。sexy 前二后二，哎，国贤，你是来做复健的？你看他，我是那不要，刚才人家给他一个托盘，给他一个托盘，哎，你这个好像端盘子，然后下身动，上半身不动。
哦，这一关我想的非常明显，是我们红孩儿获胜。对不起，沟通。两百。对对对，红孩儿获胜。对对对，蓝再演也没有一这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宪哥的意思。来一天日子就是少一天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您比较忙，我是最啊，年轻人再好好加油啊！公平公平，输了心服口服，公平公平，输了吗？雷声减，我们接着下来，这个偶像团体最重要就是要帅，对不对？没有帅那就逊掉，就跟四川人一样，他说无辣是不诚实啊。如果这一餐吃的没有辣椒的话，那等没吃饭，好吧？他们各两位各两个团体各派出一位最帅，你们自认为。哎，我们明道，明道好了，那我们这一边就参详结合，我们商量一下啊，商量一下。嗯，严清标不是不是，这个时候我要参与。哦，是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比帅这一关，我们等于是牺牲的。我们就锤子送分，你刚刚推个烂货出去随便比一比。刚刚马国强跳上去，你把强的丢先排后面，你先训他，好吧？我们一起讲出他的名字啊，一二三，汤俊佩，明道汤俊佩，欢迎两位到前面来，厉害了！他们竟然要比的是什么？比帅的 pose， 麦克风接收下来。摆出一个你们认为最帅的 pose 来，明道一二三，帅帅，汤俊佩一二三，帅帅真帅，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鬼国出奇兵，天国的嫁衣，这个是天国的罗汉啊，天国的罗汉，哎呀，永远带领潮流，天国的罗汉，这叫刚果的罗汉啊，不错，哎呀，可是。汤哥的那个 pose 应该不是这样哦，那应该是怎样？比如说他会翻呐、啊，那个 pose 如果定住的话，搞不好也是很帅的。就翻一半定在那边的，不一定，很可以手有手翻、啊。你这句话有在噎我们红孩儿的现象。好，各位最重要考验，八连拍，两位一起站到前面。八连拍哦，一起摆出 pose， 大头贴那个有吗？八连拍就是 pose。我们那年代没有大头贴啊。你那个年代没有大头贴。说没有啊，那明道先来一个，来啊，预备，八连拍之明道篇，预备变 ，G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Take 五、六、七、七哟，哎。你从头到尾就是转方向而已。没有，宪哥，因为有的 pose， 比如说他是蹲下来的那个。你是因为长得帅就没有用心摆吗？不是，你怎么这样讲我？我也很用心。没有，因为有的 pose 它很大，很哦 ，OK， 大的也可以。好，就站这个圈子里了啊。好，从五开始啊。五。六。哎呦哇！哎，对对对，我怎么感觉你要摆一个六哎？七，没有，是不是摆数字啦？我是说，他还要想到六哦，六，不是，第六个，那你会不会摆 Q 啊 ？Q 哦 ，Q 可能有点难哦。在外面 ，Q， 哎，你们这一关本来想说稳操胜券，你们搞到输掉，有很多东西是眼神 ，OK OK， 眼神好，五，哎，六，六，我已经想好那个镜头了，你要卡很紧，明道，你好娘哦，这个是有一点中性的感觉，七。气功大师哎！哇，好帅！掌声鼓励！哦，赞！哎呀，好加油！我讲他出了我们意料之外，我觉得他是那种犀利，一二有没有？很快，我随便摆都一二三之后，我就 one two three go， 一二三。四五六七八九，欢迎收看。我猜，
猜，没有那么多变化了。好，嘉宇，你这身材是海军陆战队啊！来来，请站中间，预备的士官长。One, two, three, 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六七。神经一响，我去，闲话。哎，这一关我们就哎，行出你一个人，你就平手，平手，这平手啊，怎么这样平手？怎么出了两个神经病在那里比数字的？奇怪，有人讲，有人讲我们稳赢了，对，平手，一二，然后三四五，那六他还比不出来，六就六就好，比不出。六还比一个太字干什么？他比那个中国数字的六。对啊，对啊，以效果来说是平手，平手平手。以效果来说，第四关比体能，来队长，来请到前面，骆君，厉害了，哎，骆君篮球打的也是很好，嗯，对不对？两位左右各一啊，那我想就干脆咱们一股脑把它做完，伏地挺身。伏地挺身怎么样？怎么有困难吗？不是啊，这伏地挺身就做一下而已啊。拿着一下，你们就我们就是看你们。我去当兵的时候，连一下都做不到。真的吗？一下去你没有再起来。因为他一下做了五个小时。当兵的时候，我是做五个基数。我们五百下。我们一个基数是二十下。哦。五个就是一百下，一百下起来点不红气不喘，真的厉害。起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嘛，你喘，脸色发白，一手还双手，我们就是大拇指，哎，大拇指，单手大拇指，有没有两手两手？好吧，麦克风收着，预备，伏地挺身，预备，哇，真的，哎呦，单手嘞 ，Let's go， 一。三四哎，我我右左手对右手，哎天哪，这个画面，我的妈呀！一边是红孩儿当年的荣耀，现在放在张乐君的身上，言情书代表的是183 Club， 乐君加油啊！乐君是不是平常看起来好加油啊？哎，哎呦，没了。掌声鼓励！有没有看？一让而生，下而应，立也射乎？有没有两个这个君子之争？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俊哥啊，想想我们的年纪，对我比较占优势。对呀，见鬼了！你伏地挺身可以做几下？我不知道哎。我三下就知道了，第四下不可能。哎，不过今天呢，这个跟他们聊天啊，突然间心里面好感动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做 ending 啊。那为什么？不然怎么会聊到？对未来来讲，还是一片看好。不过你们也要好好看好。未来就变账，我们这边也要好好再加油，好吧？今天再次谢谢183，谢谢两位，有曾经夺走过刘真的初吻哦，达明是达明啊，还有达明的，我有，但是他夺走那天，其实我也有感觉，真的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你是同哦，你是白天拍的对不对？白天拍的，是不是接近中午了？达明对啊，你看达明在拍这个戏的时候，艺明刚好在跟人家演一场这个算是文戏。对谈法院，然后对法官一直吐舌头。